我觉得韩式证件照它是蛮追求脸部线条，首先是对称，还有这个下巴的尖度。原图。现在。那我们形象照这边，我们可以选背景色，衣服大会老师带你挑选一下。可以换衣服。对啊，可以换。因为我原本想说穿这个东西不是很满意。我们这边有大会老师可以带你选一下。这有提供男生的正装吗？有啊有啊。那有像他这么宽大的 size 吗？可能要看一下，造成人家麻烦。哦，好棒哦！这是特地为我挑这么高吗？对，然后会再降下来一点。后面那些都是可以借的。对，那边是男生，那边是女生。比较多衣服可以借。觉得证件照上面的照片美观等等的，其实自己看了也会很开心。完了吗？你可以关掉摄影机。我们有背后的事情可能要做，要用头发，哎，很快耶，漂亮。好的，我现在画完了，要来挑衣服，要穿什么好？想要活泼一点嘛，就可以这一个，搭配。哎，对耶，很可爱耶。好，那就这样了，那我直接去换装。好啦，现在妆发好，然后跟服装穿好之后，我现在在休息室等，等一下摄影师来叫我的名字，我就可以直接去拍形象照。拍完之后，我会把我放大片给拆掉，直接换上隐形眼镜，直接接着拍证件照。觉得妆很可爱，而且她头发弄超好，这个发流超级喜欢。好，我拍了，等一下就在这边选照片。对了，一，对了 ，OK， 非常好 ，OK， 对了，哎，把这 ，OK， 哇，他提供道具，不哥，是他，吃鸡，为什么要我吃鸡？我这张很喜欢，这张也很可爱，你每一张都蛮可爱，大红叶啦，三张，三张哦，哎，加开好。怎么拍下来的感觉？没个，这样就可以拍证件照。OK， 工具陈一涵喽。好，没问题。开亮吗？可以。啊、不可以用了眉毛。好，一二三，来笑一点点。好，来笑多一点。好，很棒，Nice。好，你再抱胸看一下。漂亮吗？不要玩弄。哦，抱抱歉，所以我选了这一张，扣子可以哦，可以可以，顶多赔钱而已。我需要把相机调到最高。没错，我站着拍。刚刚是坐着，现在站着。我刚躺，那真的是更后悔。好，我们现在拍完了，但是修片等一个礼拜，等我们一个礼拜后呢，再来修片拿片。现在来修我的图了。先看证件照的部分，这是原图，一开始我们就先调整皮肤瑕疵啊，先去除掉，然后再调整身形，然后发型加深一点，然后肤色我再拉回来一点点，这样子。原图，现在。我觉得韩式证件照它是蛮追求脸部线条，首先是对称，还有这个下巴的尖度。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拜拜。扫描 QR Code，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风传媒，小铃铛开起来，一起来跟风，开起来。